大家好，我是小刚，今天继续行走在贵州大山啊，继续带领大家体验贵州大山里的啊自然风光，独有的这个自然美景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啊一条河边上发现非常体型非常独特的一座山头，大家看一下这座山头啊就像一个龙头一样啊，体型非常像一条龙的这个头部，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啊。那么贵州大山啊，这个体型各种各样，我们也只能从空中才能看出它的这个整体形状怎么样啊。确实这座山头啊非常的独特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继续跟着无人机的镜头来看一下这座山头啊，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，我们就一起跟着无人机的镜头啊来慢慢来仔细的观察一下。